家里有腰不好的朋友一定要学会这个汤。猪尾巴冷水下锅，加姜葱、料酒焯水备用。猪尾巴倒进砂锅，放姜葱、五颗红枣，加适量山泉水、半斤白酒，盖炖40分钟，再放入山药再炖10分钟，加盐和胡椒粉调味，撒枸杞和葱花即可。你也赶紧试试。